味的鲫鱼豆腐汤，让我们看看怎么制作的吧。将豆腐改刀切成约2厘米的方块后泡在清水里，倒油前先用姜片擦锅防粘。鲫鱼下锅后煎至两面金黄，中途尽量少波动，加入葱段、姜丝，倒入料酒15克，热水500克，大火煮10分钟。汤汁奶白时放入豆腐块，用盐2克、味精2克、白胡椒粉2克调味。放上香菜段，鲫鱼豆腐汤就做好啦。更多美食食谱和生活分享，赶紧搜索微体兔来订阅我们吧。